距离投票只剩下四天了，而各地的绘声绘影，所以呢，检调查会动作不断。在外岛的金门和马祖的价码是高得吓人，有一票甚至是喊到了3万块，但实际上抓到的最高价是5000元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本岛的行情差得非常的多，然后在基隆、宜兰还有花莲，大多是500和1000，可是呢，人少的山地乡就另当别论了，出现了每票3000元的高价。在花莲的话，还有3绑1方案，也就是县长、议员还有乡镇长5000块一起买。至于连张县长的战况激烈，而每一票都是关键。每票传言呢，这个买票的传言甚嚣尘上，在东引的话，甚至还喊到了每票3万块的天价。